奥特曼的软硬程度在非常大，也是多款。我们在今天来的多款之旅呢，是要进行一个奥迪 Q7 的探索之旅。因为我们全程会走三天的路程，今天从那个早上出发，我们会创业一个戈壁的路段。现在我们开始进沙漠了，然后明天我们会去那种各种的戈壁，包括到火星基地啊去。最后石油小镇了之类，非常期待，非常让人激动的一段旅程。现在我们所说进行呢是一个把胎压放低，因为我们进沙漠之前呢要让轮胎接触面积更大，然后要不会陷下去，所以我们会把轮胎的胎压放低，从正常的 2.5 放到 1.5 左右。说一下那个中期改款以后的奥迪 Q7 呢，它有三个变化。看前脸，它那个六边形的一个前脸，原来是横条的，我们的原来的那个条是横的，现在变成了竖条，就回到第一代奥迪 Q7 的那个大竖条，让这个前脸变化更霸气很多。第二个是这个大灯的变化。大的变化呢，是奥迪的灯罩，它大灯是个 X 型的。第三个是前保险杠下面，我们会看到很多蜂窝状的一个装饰，还有一个下面呢，包括我们的镀铬的饰条，会更加霸气。侧面线条方面呢，更加动感。你会看到我们这辆奥迪 Q7 的这个是高配的55的，它会可以选择最大的22英寸的轮胎，非常大啊，在我们这辆不是22。车尾的变化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德国的变化，是跟原来的变化并不大。是贯穿式的，整个贯穿车。一天的沙漠驾驶呢就快结束了，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沙漠之前呢，要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看我们去看看什么事情。我们正在给轮胎打气，原来是0.6、0.7的，我们要打回到原来正常的一个气压。这就是著名的石油小镇，在50、60年代这里非常繁华嘞，都是绿化的一个大镇。好，我们准备继续出发。都是盐碱地，不是
实验室，这个就是火星基地。整个舱呢占地面积并不大，进去看呢就像我们电影中看到的那太空舱是几乎一模一样的，可以起到一个模拟的作用。这里就是著名的亚当地貌，这边呢就是由于那个这里以前10000年以前是一个海底，地壳运动呢就上升移动，形成这个地貌。它这个地貌不是一次过形成的，它会经过一个先是雨水的侵蚀，让它那个硬的地方凸出来，然后那个软的地方土地凹下去，接着经过几千年的这种风吹风蚀，然后才形成了这种亚当的地貌。大规模的地势间，好荒凉的感觉。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个奥迪 Q7 的探索之旅的第三天。今天我们一早呢就出发，沿着那个青海的315国道呢继续往前走，经过了几个那个大家看到那个青海的公路的网红的打卡点，就大家坐在公路中间拍照啊之类的。这几天感受下来，全新的奥迪 Q7 呢中期改款以后呢，它会变得更舒适了。像我们这个 3.0T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呢，它有输出250千瓦500牛米，这个动力呢即使在我们这海拔2000多3000的这个海拔上是完全足够用的。然后这个车呢还有一个是 Quattro， 它是纯机械的一个 Quattro。 我们知道我们第一天是开了那个沙漠，是冲沙各方面，就证明它的那个通过性还是很好的，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车还是挺棒的。今天我们这个开过的一个路况呢是一个轻度越野的啊，这个地方更像火星的表面。我们今天呢就开着这个全新的奥迪 Q7 来到这里，我们出来玩，这 SUV 很重要，通过性离地间距也很重要，还有一个是四驱系统也很重要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好好玩一下。